总统蔡英文。我是金文杰。我是柯信宏。是我阿公阿妈。我看起来就少年的嘞。83岁，阿妈84岁，叫伯爷。真的是很有创意，让台湾这个出名到全世界去了。大家，疫情来那块的，最后看见小兔子，用手机弄在后头。Double nine, 然后再拿来提炼。哦，这个很实用。对。老板，老板，健康快乐。大家快乐，大家快乐。